把手放下来，你不要叫听到没有？喂，说了不要叫，又叫。路人。哦，我认识你了。刚才那个日本人是你杀的？不是。我扔的你这身衣服。你能不能安静点？告诉你。 刚才杀日本人的时候，差点杀死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死了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死不了。四小姐，后会无期。喂，你要把我一个人放这儿？你要以身相许啊！ 流氓，花花公子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
前面是刺杀山天峰会长的凶手，拦他没有？没看到老子刚才差点被撞死吗？拦不住有什么办法？我再警告一次啊，放下武器，不然老子开枪了。怎么着？又有刀又有枪的，想造反呢？ 你放走了凶手，我会告你的。你记住了，老子名叫萧逸晨。 山天没刺杀了，谁干的？最近，国民党军事密查组在武城设立了分站，我怀疑那个年轻人就是密查组的高级特工。藏经。 什么藏经？赵王，你帮我查一查，我要段家和杜家的所有资料。教务提出了抗议，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拒绝。他们拿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，山天是帝国的特工。我们现在是有苦难言呐。难道我们就吃这个哑巴亏吗？ 奉天事变以后，国际言论对我们相当不利。组织上让我们暂时隐忍，以免破坏五个月之后帝国的大规模行动。明白。这份情报还用继续追踪吗？全力追查山田的情报关系和那笔藏经的下落，这个对我们相当重要。我可以联系到山田郡的下线。 先把情报的内容查出来再说。彻查这对男女的关系。他们劫了我们的情报，杀了我们的人，我让他们死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比你早半个月吧。哥们儿现在明面上可是警察局总探长，威风吧？ 今儿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怕是回不来了。切，警察局总探长，你云哥出任务的时候什么时候没回来过？啊，对，你车里那个怎么坐着个女的？有相好的了？说起那个女孩，我还真觉得有点奇怪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她说她姓虎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虎，老虎的虎。你要是再跟着我，我要死。 李晨，你帮我查一下，四七在不在武城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哥，我刚来武城，正准备帮你找呢。你呀，有这份心就好。那是，咱俩啥关系？发小就不说了，你还救我的命，我可是时时刻刻想着以身相许。你再过来，我废了你啊！还想不想娶妻生子了？行。哦，对了，跟你说件正事啊，师傅一会就到，我回去接他。
总教官什么时候到？3个小时以后火车站，记得多带点人。明白。 是马回龙干，怎么呢？他几年前就投靠了国民党，现在又听说来咱们武城任职，此消息一传出，司机就被追杀，这事儿跟他能脱得了干系吗？徐先生临牺牲之前。 把藏经的秘密分成了3份，虽然你我各自都保留一份，可是……大伯，我家老爷在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老爷，大姐让我请您回府。 我正在跟大哥商量子岗和司机的婚事，你先回去。哎，老爷，大姐就是让我来给您提个醒，子岗可是和曾家订过亲的。闭嘴！杜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让他插嘴了？啊，我知道了。那你们慢慢聊，我等你啊。 子岗刚刚定亲不久，您怎么突然又来这一出？马回龙这次来，一定是冲着藏经而来。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你我都不怕死，但我们得为孩子考虑。那您说现在怎么办？为了掩人耳目，现在我们只能让子岗。 跟司机马上成亲，然后让齐凡护送他们出国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嗯，那好吧。不过曾家那边，把婚退了。 你什么不同意啊？啊，我跟你叔叔在这谈事儿，你先出去吧。我不要嫁给子岗。你胡说什么呀？胡说！第一，子岗已经订过婚了；第二，我一直把他当弟弟；第三，你们都没经过我同意，凭什么给我做主啊？我是你爹，凭什么不能给你做主啊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你说什么年代？什么年代？我也是你爹。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。 云哥哥，你到底在哪儿呀？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？你要是再不出现，我就不理你，我就忘了你。司机啊，进来吧。干嘛呢你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又不开心了？开心啊。 干嘛不开心？哥还不了解你，你呀，还是忘不了那个薛云晋。哎，这都10年了，渺无音信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就喜欢云哥哥，这辈子除了他，我谁都不嫁。我要。 娘，坐坐坐坐坐。如今的上海啊，还有西洋镜看，看过西洋镜的人都说好看，都想再看一遍，咱们也去看看好不好呀？哎，想逃婚是吧？让娘带着你俩去玩俏家，还是娘厉害呀？不过话说回来了。
子岗那孩子还真是不错。娘，就是他这个娘，我实在不能容忍。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你这爹，玩的什么定亲退亲的把戏。好，带你们去上海，我得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规矩。真麻烦，真是翘家，你能不能快点？对，嘿，你还来劲了？你说什么呢？这是个死孩子，那我就是你，你给我走！有人要抓你，马上离开这里。喂，喂，快叫你妹妹去！哎，你看什么呢？哥，你看那个男人在干嘛？男人。咱们可是来乔家来的，你可别当着相亲。干嘛呢？那是你胡说什么呀？他说这危险。不错呀，也不看谁是我师傅啊。云儿，禁不住夸呀，姜还是老的辣呀。二爷，这两个人这么厉害，他妈什么来路？难道是密杀主的特工？后面！
就是他妈那帮臭警察。去。警察局总队长肖雨辰向马科长问好。你能再来晚点吗？我要是来太早了，哪能有些一睹总教官的身手？你小子呀，就会拍马屁。这些人太弱了，不禁打。这儿交给你了，咱们走。是是。你小子就会拍马屁。哎，死的活的都带回去。好，是是是。云儿，哎，你知道为什么总部把你提前到归国吗？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为国尽忠是我的荣幸。说得好啊，你的那篇有关德国女子特训营的报告，总部非常欣赏啊，所以决定让你牵头成立中国的第一支女子特训营。这次派你去刺杀山田，就是对你的考验。你不会觉得是大材小用了吧？当然不会了，这一直是我想做的一件事。从今往后，咱师徒俩为国尽忠尽力。是。师傅，您这手。我这手现在是什么都干不了了。你一定想知道师父的这只手是怎么残废的。当年呐，我和你爹还有你段伯伯是多好的兄弟呀，可谁能想到竟然为了那笔藏金突然改变了一切。你师母那天突然发了重病，我来不及通知大家，就擅自脱离了岗位。可是呢，就在那当子口，越军突然发起了袭击，大家都认为是因为我出卖了徐大哥，我是百口莫辩呐。徐先生牺牲的事儿，我看也未必就是三弟出卖的吧。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？还一口一个三弟的叫的。当初我们四个人为了辅佐徐先生，千方百计地搞到了募捐，搞到了这笔藏金，准备去广东支援孙逸仙先生。要不是他的出卖，徐先生能死吗？四弟为何至今下落不明？要不是你的阻拦，我何止要他一个手指头，我想要他的命。我的这只手就是让我大哥给废掉的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又无儿无女，我要那笔藏金干什么用啊？我是想带进棺材里去啊。师父，当初要不是您收留我们父子俩，我们现在还流落街头呢。不论您说什么，我都相信。云儿，谢谢了。哦，对了，云儿，今天见到了如意嫂子。你知道吗？他身边那个姑娘，就是你日夜想寻找的段思琪。段思琪。真的是他，
这就是命运吧。我一定登门拜访，再次把事情说清楚。师傅，到了。灵儿，你把这封信交给你段伯伯吧，态度好点。知道了。你走吧，我没什么好谈的。大哥，谁是你大哥？啊？段伯伯，师傅他这次……云儿，什么也别说了。既然大哥还没有想通，我就在这等着吧。二哥。二哥，二哥呀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二哥，求求你和大哥，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解释解释好吗？玉石，进来。大哥，大哥，当年徐先生真不是我出卖的呀，请你们相信我。你这满纸都是谎言，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大哥，段伯伯，请你相信我呀。师父，雨石，你给我进来。段伯伯，师傅这次真的是诚心的。师傅，他就是那个刺客，名字叫薛云锦，碧茶族的新晋特工，同时也是马回公的徒弟。那女的呢？那女的是段明山的女儿段思琪。其实她跟薛云锦从小就青梅竹马，不过十年前失散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相认。情报看来已经落入了马回龙的手里了。该死！据我查证，马回龙十年前为了得到一笔巨额的藏金，不惜谋害了他的恩主徐光远，而这笔藏金到现在依然下落不明，疑似落入段平山府中。要不要我们马上把段平山抓了？马回龙一定会盯紧段平山的，所以我们不能轻易行动。这样，让小金堂的人去绑架段思琪，逼段平山交出藏金。我当是个毛贼呢，
感情是个小老鼠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那个，我才张嘴，娘就知道咱们在耍花样了。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为你妹妹拼？你生这点臭心！段启凡，你得学会反抗。反抗你个头啊！快给我下来！我不，你们要是非逼我嫁给子岗，我就坐这不下来了。嘿，你别过来！你要是过来的话，我这就跳下去，到时候断胳膊断腿的，我看你们谁还逼我上花轿！嘿，你别过来！你个臭丫头，你这是真要造反了？你这是？是，这反我造定了。你给我下来，成何体统？我就不下来。思琪，哪儿危险？你快下来好不好？你们要是再逼我，我就真跳下去了。快给我下来！哎，杜叔叔求你了，你快。哎，于是。哟，怎么了？哎呦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雨诗，雨诗，杜叔叔，雨诗，怎么了？杜叔叔，快点！杜叔叔，您喝点热水，一会儿我带您去看大夫。思琪啊，杜叔叔，就求你这一次。杜叔叔，我真的不想嫁给子岗。杜叔叔，给你跪下了。哎，杜叔叔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起来，起来呀！雨诗，起来呀！起来，起来！杜叔叔，杜叔叔，看吧，大夫。他们说呀，杜叔叔活不过半年了。我这将死之人呢，就有那么一个心愿，希望你跟子岗啊能走在一起呀。你起来说话好不好？你起来说话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我这老脸呢，我也不要了。思琪呀，如果你要不同意，杜叔叔就在这儿长跪不起。叔叔。嫁了吧？难道你就这么忍心看着你杜叔叔最后的愿望实现不了吗？爹，要不爹也给你跪下。你们这是干嘛？娘，娘。思琪啊，要不你就嫁了吧。神父，
神父，你在吗？孩子，我在。神父，我有罪。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罪，只要你真心的忏悔，我会代替主来赦免你的罪。说说你的心事。小时候我喜欢一个男孩，他叫薛云静，他对我很好，人也很正直很善良，可是因为一次变故我们失散了。主会保佑你们重逢的。你看这个哨子，这是他送给我的，他说只要我一吹哨，他就会飞到我身边来。可是十年都过去了，他一直没有出现。我每天都在这儿祷告，祷告他平安，祷告他快点出现。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可是他回来也没用了，我马上就要嫁人了。什么？神父，你怎么了？你继续忏悔。你说你要嫁给谁？他叫杜子岗，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他也很单纯很善良，大家都说他会给我带来幸福的。他不会给你幸福。他不会给你带来幸福的。可是我已经答应了。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来这里还能干什么呀？无非就是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。什么偷偷摸摸的事？偷偷摸摸的事就是来这里单独见你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市政厅的机要秘书。秘书可以随便杀人？嗯。你当我傻呀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放开我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喂，如果你说的那个男生回来找你了，你愿不愿意为他放弃那份婚事啊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，卑鄙无耻。既然我回来了，就不会让你走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仔细看看，你一定认得出来我是谁。说完呢，我把腿拿开。我不。把腿拿开。不能。以后离我远点。别再跟着我了，我会打人的。干什么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啊！小金堂，
我们走一趟吧。小金堂的人说为什么抓他，堂主说他是杀害山田的凶手，回去告诉王三思，山田是我杀的，跟他没关系。好的，我起来。你没事。说什么你也不能那么打他，赶紧把他放了，站好了。抖什么抖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我把你绑起来抽你两鞭子，你试试。没事吧？是不是你在厨房嚼我舌根，是我曾家又家财散尽，断子绝孙了？喂，我问你，九爷耳朵可灵着呢，只要曾家有我在一天，就由不得你这些狗奴才们胡说八道。你怎么了？将来退亲，老爷都快解封了呀！退亲！曾姑娘，你先消消气儿，好吧？有话咱们好商量。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们的不对，有什么你说出来，我们一定赔偿。行啊，拿你们的命来赔吧！今天我九爷就收拾你们，再一把火烧了都不干。行了，别打了。哎。哎呀，还好我们老爷英明，没答应这门亲事。还九爷呢，不男不女的东西。你再说，我抽死你！我们娶的是段家大小姐段思琪，她的样貌品行比你好几百倍。明天就成亲。段思琪，谁是段思琪？哎呦呦，这生不出儿子啊，就是可怜。好端端的一个姑娘家都这副德行，就你这样，活该你家断子绝孙！抽死你！抽死你们！快点！抽死你！九儿！曾老爷！爹！曾老爷！曾老！爹，没事吧？曾老爷！爹！我爹他怎么样了？您说话呀！我爹他怎么样了？准备后事吧。Thank you.
冒充你，不会相信他的。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呀？你不是跟我说过，只要我一吹口哨，你就会来救我吗？我一会儿就要吹这个哨子了，你要是来了，我就跟你走；你要是不来，你就是个大骗子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理你。决定了的事情，就别耍小孩子脾气。我没事儿，只要你和娘开心就成。说这个话呀？没怎么，女儿大了，总是要嫁人的。爸爸舍不得你，爸爸这一辈子就有两个心愿，一个心愿是希望你快快长大，快快乐乐；另外一个心愿就是完成徐先生的遗愿。徐伯伯的遗愿？你徐伯伯一辈子壮志未酬，他心中的忧愤，只有读过《离骚》的人，或许才能理解。哎，嗯，还记得爸爸让你背《离骚》吗？记得。那我考考你。嗯。极少康之未嫁妻的下一句是什么？留有余之二爻。嗯。何妨还之，能周兮。夫孰易道而相安？爹，这些我看一遍就记住了，您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以后的路很长，你会遇到很多的挫折，到时候多读读史书，多想想《离骚》的内涵，也知道你过目不忘，但是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明白吗？嗯。只要你完成他的心愿，你要记住爹今天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不许对任何人说。您到底想和我说什么？你别管了，爹只要你发誓。我发誓。
放心，票是今天晚上的，车在后院，随时可以走。那就好啊。科长，你看你整得这么正式，我们都不好意思，您太客气了。这是应该的。科长，您对我恩同再造，以后我矿放唯科长之命是从。哎，那我也敬科长一杯，以后科长指哪儿，我们打哪儿。哎，不能这么说呀，咱们都是为党国效力，我马某怎么可能公器私用呢？明白明白。勇儿，哎，你也敬敬二位队长，今后你那个特训营啊，还需要二位队长大力支持啊。是。徐云静在这里敬二位队长一杯，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。干！新娘子出来了。好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挑小的。杜叔叔。云少不愧是科长的高徒啊，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。邝队长，您客气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可能昨天晚上受了点伤寒，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。那我去给你拿点药吧。不用，云儿去，把窗户打开，透透风。来，吃菜，来吃吃吃。哎，这是谁家娶亲的？这么热闹啊！听说是武城的富商杜家迎娶段家大小姐，真是天作之合。可是他回来也没用了，我马上就要嫁人了。亲给他抢了，如果出什么事儿，师傅替你去负荆请罪。是，去吧。你这个爹呀，非说舍不得女儿出嫁，他不过来。你瞧瞧，这看不到这儿了吧？他看不到了吧？干什么呢？找死是吧？滚！我倒要看看，你们今天谁敢挡死人的道？是你？哟，这不是燕望品行比我强百倍的段思琪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抢了我的婚事，气死我爹，你还跟我在这儿装？今儿，要么你给我爹下跪磕头赔罪，否则，我死！爹，您瞧好了，我现在就给您报仇，给我砸了！你疯了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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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干什么？住手！干什么？啊！干什么？你是要把这都砸了才甘心对吧？
好，我帮你。消气了吗？可以走了吗？不行，给我爹磕头赔罪。曾小姐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我曾九雅不好过，谁都别想好。今儿的婚礼，我还就非要给你搅黄了。那我就谢谢你了吧。你什么意思？看见了，今天曾府欺人太甚，这婚恐怕是结不成了。子刚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思琪姐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好啊，段思琪，你敢利用我，这不就是你来这的目的吗？要不这样，你现在离开，我们继续婚礼。想打发我走啊？没这么容易！我假的，你给我赔罪！给我过来！假的，你给我赔罪！给我过来！给我爹，给我爹赔罪！我假死你！住手！站开！我假死你！我假死你！出人命了！哎呦，真是出人命了！没事娘，没事。怎么了，大小姐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先不说这么多，跟我走。哎，放开我！放开你！昨天你给我听到你的哨声，我知道你还没有忘了我。真的是你。头疼的要命，就先睡下了。矿队呢？我给科长拿药了。
这有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科长以前头部中过枪，只有鸦片才能止痛，这是总部特批的。灵儿，师傅，你醒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李师傅，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儿？段府爆炸了，段伯伯死了。师傅，我大哥死了。师傅，科长，师傅，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我在调查。师傅，云儿，给我彻查，我倒想看看是谁这么胆大，敢杀我大哥。是，许东，是，去通知一下非常时期米查组所有的资源归薛云进指挥。是是，去吧。薛云进非常善于在细节上找到情报。刚才他已经发现了，如果不是我打断的话，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？科长，既然是这样，你为什么找薛云进回来？他会回来事儿的。一个特工想打听刺探消息是可以理解的。但什么该问，什么不该问，这是做人的分寸。是。到外边去散散风，就说在段府废墟上找到了藏经，不管是小金堂还是共产党，只要他们沾上，就让他们背黑锅。是，只有把河水给搅浑了，才能让薛一俊转移目标。科长，我这就去吧。去吧。身体的恢复很有好处。是吗？师傅，您不是说我爹病情有好转吗？怎么突然又严重了呢？医生说了，你爸爸这种病啊，就是容易反复，都赖你师傅我呀没照顾好他。师傅，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我在国外这几年都是您一直在照顾我爹，感谢您还来不及呢。说什么呢？这么说就见外了。老四，四弟，你看看谁来看你来了？云儿回来看你来了。科长，这盆花怎么样？不错，找地儿摆好吧。好，我来。这房间里啊，有点植物，就会充满了生气。哎呀，哎，你鼻子怎么流血了？这两天太干了吧，估计鼻子总出血。不对，
吃饭的时候你鼻子流血了，是不是得什么病啊？哎呀，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？赶快去医院看看，一定让我看到诊断书。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科长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擦擦吧。谢谢你，云生。我先弄一下。蔡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想到他们的凶多这么快，会不会是日本人干的？未必，还有一个人更可以。你是说马辉龙？这个人我很了解他，阴狠毒辣，而且对苍金素有渊源。那他们该怎么办？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实施营救，再观察观察吧。如果还有危险，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。行。师傅小心点。一定是马辉龙干的。他几年前就投靠了国民党。现在又听说来咱们武城任职，此消息一传出，思琪就被追杀，这事儿跟他能脱得了干系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得给我大哥送东西啊。你不配！你说那人是怎么死的？是不是你害的？顾一嫂子，二哥，如果是我害死了我大哥，不得好死！你放过我！娘，你让我来！马辉龙，你个王八蛋！你放过师父！哥，云儿，把掌松开。十年前的两变故，让我失去了我最亲爱的妻子，让我背上了卖主求荣的罪名。世人诽谤我、骂我、辱我，我都无所谓。你们是我的亲人，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的话，二哥一枪崩了我，我死了，我也就算清白了。云儿，把枪给你杜萝卜。师父，这是命令。偿命的，如果他有罪，警察自然会抓他，犯不着您动手。如果他没有罪，我们也不能冤枉好人。赔钱吧。你走吧。二哥，陆毅嫂子，我今天
除了来我送我大哥，还有一事相求。什么？我这一辈子无儿无女，只有云儿一个弟子。云儿从小就喜欢思琪，这几年一直在找思琪。我们老一辈的就让他们年轻人能够自由的相爱吧。画的是谁啊？哥，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惹上小金堂的人了。他们三番五次想抓我，这还没几天，家里就出了那么大的事儿。你觉得是他们害死了爹？小金堂，你看。这是我见过的小金堂的人，一会儿我去打听一下，爹出事的那一天，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在附近行动过？好主意，你把画像给我，我这就去打听。哥，咱们俩分工行动，你认识的朋友多，你去摸一下小金堂的底，我一会儿带着这些画去街坊邻居那儿问一问，这样又方便，也不耽误时间。那你可得小心。都是邻居的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这几天外面在传，说藏金就在段府的废墟里。还有什么消息？这两天段思琪拿了两张画像，到处找人打听，那天晚上小金堂的人有没有在他们家附近出现过？画像里。一个画的是万三思，另一个就是你。他们觉得小金堂的人接了他爹，这也不奇怪，毕竟是你两次让小金堂的人抓过他。但是我觉得蹊跷的是，段府的婚礼办得这么急，会不会是段平山已经感受到危险，故意用婚礼来挡灾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段平山就极有可能把藏金的秘密告诉他的女儿段思琪。那就要小金堂的人继续抓捕段思琪。如果段思琪是关键人物，咱们正好引蛇出洞，有万三思做掩护，咱们可攻可守。谢谢了。哦，哟哟哟哟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大姐，哎，你住这儿啊？啊，哎，麻烦您帮我看看，这个月初八这附近这些人有没有出现过？初八呀，这都多少天了，我哪记得呀？哎，就是段府办婚礼那一天，您看看。我见过，见过。哦，我不知道。大姐，你肯定知道些什么，您告诉我吧，这个对我很重要的。姑娘，这说话不方便，你跟我。大姐，就在这儿说吧，你到底认不认识他们？姑娘，你是要找小金堂的人吗？是，大姐，我就是要找他们。你认识？
你是小金堂的人，你骗我！懒得跟你废话，给我抓起来！救命！救命！谁派你们来的？我不是小金堂的人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求你放过我。你再说一次。我真的不是小金堂的人。喂，别杀他！他说谎。说谎也不至死，你今天都杀了两个人了。我先放你一马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又不是第一次抱你了，走。喂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再动，再动就掉下去了。放我下来！谁让你老躲着我？这次不放。我什么时候躲着你了？我的包落哪儿了？我得回去拿我的包。我的包落哪了？我要去取。等一下，我帮你去拿。对啊，回去告诉万三思，如果再找这姑娘的麻烦，我饶不了她。你对所有女生都那么细心吗？你觉得呢？你不是说你是花花公子吗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，你听不出来吗？我听不出来，我看不懂你。思琪，我刚才问了那个女的，她说是万三思让她来杀你的。那她也不该死啊！是她先杀我的。他明明躺在地上，他都受伤了，他怎么可能杀你？好，就算是我要杀他，我也觉得没错。凡是要伤害你的人都该死。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保护。你小时候就喜欢我这样保护你啊。十年了，十年了，我们不是小时候，我们都变了。我也变了。你没变吗？你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云哥了。以前认识的那个云哥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他勇敢善良，他会为了我不顾一切。我杀了日本人，算不算勇敢？我救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算不算善良？我为了你都可以杀人了，算不算不顾一切？思琪，这十年我经历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，我承认我是变了，我不得不变，但唯一有一点不变的就是对你的承诺。薛云静深知以他暗藏的特工身份可以逃过杀人的罪责，却没想到他的举动在他和段思琪之间已经划上了一道裂痕。
可还没睡呀？哦，马上就睡了，爹。跟你说过，现在国民党正在加大搜捕力量，一切宣发活动都要暂停。爹，革命本来就是要经历风雨的，现在同学们斗志都很高，我们应该趁热打铁呀。你想过后果吗？我命令你停止一切行动。爹，我是不是做什么都是错的？难道你只有做错了才值得后悔吗？四哥，太好了，让我们把共产党宣言撒遍五城，让沉睡的人都觉醒吧！共产主义万岁！你小点声，最近风声那么紧，赶紧弄完了，赶紧转移。你放心吧，小鱼，没有谁能挡住我们革命的脚步。杜子岗，你还那么大声是吧？你小心我……哎，我检讨，我检讨还不行吗？哎，出汗了，来，我帮你擦一下。哎，小鱼，我自己来吧，男女授受不亲嘛。你还是不是革命的青年了？封建意识那么强。小鱼，你不会是喜欢我吧？咱俩可是兄弟啊。是不是受伤了呀？没事儿，撞了一下。来，喝杯水。爹，对不起。小鱼，你是不是觉得爹对你太苛刻了？可是如果今天鸟山被捕了，曹文堂可能就会怀疑。爹这次可以救了你，可是下次呢？你想过没有？爹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会听您的话的。小鱼，爹希望你能够尽早的成熟起来，你明白吗？我不会再让您失望的。你还认识我吗？他这怎么了？
哥，那年变故，四弟被榴弹击中了头部，我带着他们父子俩逃离了武城，身体呀就一直时好时坏的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去年发了次高烧，就成这样。二哥，都怪我，怪我没照顾好他。那么是不是你害的？二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知道你和大哥一直怀疑我，可是你好好想想，如果四弟不相信我的话，怎么会把他亲生的儿子云儿托付给我呢？这样好不好？你给三弟一个面子，咱们这么多年也没见面了，咱们出去喝杯酒，好好叙叙旧，行吗？你喜欢一直跟着我是吗？我要保护你啊，当然得跟着你了。小心好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曾九雅，喂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爹死了，欠了银行很多钱。老爷前想他做买卖，亏了一大笔钱，为了还债，他就把房子和地契都抵押给了洋行，还是欠了钱。怎么可能？我爹他没跟我说起过这些啊。老爷他怕您担心，所以就急着给您提亲，这笔债就与您无关了。可没想着老爷一走，这洋行就催着要收房子收地。爹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啊，对不起啊！啊，我出门着急，也没带多少钱，就那么多了，你拿去用吧。我不要你的钱，要不你请我吃个饭吧，我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。是吗？好久都没有吃东西了，指甲油倒是涂得挺清晰嘛。家里之前的东西都被仆人们给分了，这些东西也没人要，我就留起来了。毕竟这是我爹留给我的遗物，以后我也见不到他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。子杰，没事儿，走。哎，我不敢去，他好凶啊。那就我们俩去吃吧。等一下，你家欠的是洋行的钱，洋行给你在大望路上分配了很多宅子，包括首饰。你到底多大的胃口，短短几天就全给吃完了？哼，你调查我。所有一切对四七不利的人，我都会调查。曾九雅，你骗我！我骗你怎么了？如果不是你，杜家不会退婚，我爹也不会被气死，我曾家更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你却活得快活啊！你说我该不该恨你？啊！你别那么偏执好不好？你再这么下去，你会疯掉的。疯！我
爹死的时候我就已经疯了。不过，我现在很开心，因为你快死了！快走！不走了，你放开我吧。傻丫头，哭什么哭？你看我眼睛，看到了什么？眼屎。怎么会有眼屎呢？真的假的？好了，我就送你到这儿吧，快回去吧。那你先走，我看着你走。你舍不得我？我是怕你找不到回去的路。小心。陆伯伯。云儿，快帮小黄。哎。慢点，哎，小心！你跟我爸呀，喝酒喝多了。杜叔叔，你干嘛喝那么多酒？没事儿。二哥呀，咱们找时间再聚。你先啊，歇着吧。改天咱们接着喝，接着喝。哎，慢点。我先进去了，自己小心点。马叔叔，再见。走吧。上你娘那儿去。
马慧龙啊，带我去看四弟去了，而且还请我吃饭。我就想知道知道，这家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，所以我就去了。他说什么没有？他倒没说什么，只是不停地跟我叙旧。我装醉，他就一路把我送回来了。那看来，老段的死跟他真的没关系。哎，娘，云哥说了，马叔叔是清白的。你们云哥云哥的，张嘴闭嘴都是你那云哥。我告诉你啊，不查出你爹死背后的真凶，这臭小子就别想进我们家门。那你们干嘛又同意我和他交往？这不是欲擒故纵、引蛇出洞？好呀，你们在利用我。哎呦，你说我这张嘴，我怎么就没把住门呢？我这心里还是没底。不行，我得去检查检查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老爷，听说您喝醉了，我就给您泡了一杯浓茶，让您醒醒酒。我不喝。老爷，您就喝了吧，哪怕是喝一口也好。这是我特意给您泡的，这是三儿的一份心意啊。他接触了杯子上的荧光粉，我就能找到藏经的线索。我这儿还有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？嗯，我想多陪陪你嘛。哎呀，听话，赶紧回去啊！啊，老爷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你要注意身体。好。嘴怎么了？是不是又和人打架了？哎，没有，就是摔了一跤。那我现在就跟娘说去，你又和人打架。哎，别，小祖，我跟你说还不行吗？你不是让我去查那个小金堂吗？嗯。我就一直在他们堂口外面蹲着，只要有人出来，我就跟踪。结果发现他们在咱家废墟上面翻着，说是什么万三思让他来这找宝贝。我一急，就跟他们打起来了。小金堂，万三思。对。哥，我
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想办法接近这个万三思，说不定能从他身上有什么发现。哎呦，我的亲妹妹，你女孩子能别瞎掺和这事儿吗？咱爹死得不明不白的，我一定要查出爹的死因。老爷，老爷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老爷，丢了。老爷，什么东西丢了呀？大哥，我对不起你啊。伯，您在天之灵，可一定要帮帮我家老爷，得想个办法补救补救吧。补救？对，口诀在大哥那儿。口诀在大哥那儿。老爷，您说。老爷，老爷。
爹，爹你在吗？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没进去啊？哎，这他们说今天是什么名媛会，不让男宾参加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你就让我在这儿把风。这是万三思送给何燕的公馆，听说万三思经常来这儿。倒霉，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混进去。你不是说这只限女兵吗？你进不去，我可以进去。那你保证不能惹事儿。我保证。哇，姐姐，你好漂亮啊！眼睛大大的，鼻梁高高的，嘴巴小小的，羡慕死我了。哎呦，小妹妹，你真会说话。下雨了，我给你挡着点啊。哎，好。回头我带你去啊。好啊。哟，王夫人。回头聊。哎，何燕小姐在吗？这不，万爷来了，正在上面腻歪着呢。嚼舌头，说我是贱人吧，还说万爷不到一个月就玩腻了。我没有，没有，你撒谎！住手！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是谁？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敢骂我？骂的就是你！来人啊！杀人啊！救命啊！许王哥，停停停！思琪呢？思琪可能回家了吧？我刚从府上出来，家里不在。还没回去？坏了！刚才我们一直在门口等，我没见他出来，我以为他走了。他到底去哪了？我，你就是个贼，你才是贼呢！放开我！这下面坐的可都是名媛，你不想让他们知道你的真面目吧？你敢威胁我？打今儿起，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，你，一条会说话的狗。放我出去！死狗！打什么打？你要不放我出去，我就敲到天亮！你给我安静点！你要不再闹，我就出去喂狗！出去喂狗！走！走去！云哥，我知道你们会来救我。先走吧，我有点事儿。齐王哥，我知道你要去干什么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事情不办完，我是绝对不会走的。赶紧把司机带走吧。这样，我把司机送到安全的地方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都不要轻举妄动。我知道了，赶紧走吧，走。哥，你要去干嘛呀？你要去干嘛呀，哥？找不到就去把段平山的坟给我刨了，还不赶紧去！是不是你害死了我爹？
急了吧，万爷？万爷，万爷，万爷！闭嘴！你敢虐待我妹妹，我让你陪着万三思下地狱！杀我！万爷，万爷！救命啊！凡哥，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你是怎么知道万三思是杀害你爹的凶手？我亲耳听到他说，要把我爹的坟刨了找什么东西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秦王哥，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带着这些钱赶快离开这里。我不能走，我得去自首，要不然一定会连累思琪的。你走不走，小金堂都不会放过思琪，这跟你没关系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人是我杀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你现在只需要离开武城，千万不要让那个女人指证你。你放心，思琪和虎妈，我一定会照顾好的。那好吧。齐凡哥，我欠你一条命。行，船就在那边，我先走了，保重。爹，我不能再按照您的计划行事。不过您放心，您的大仇已报，娘和思琪也暂时安全了。您放心，我段启凡发誓，我一定会杀回武城，我一定会让妹妹跟娘过上好日子。这个蛋糕是我亲手给你做的。如果我大哥在就好了。云哥，你知道我哥去哪儿了吗？你只要知道他还平安着就好。许个愿吧。第一个愿望，我希望我哥平平安安的。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我娘健健康康的。嘿，没了？没了呀。你再想想。我希望以后每一个生日，云哥哥都陪我过。不会的。警察抓捕逃犯，都出来，快点！段启凡杀人潜逃，我们奉命前来抓捕。启凡杀人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谁是段思琪？我，怎么了？受害人何燕举报，事发之时你也在现场，请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人是我杀的，我跟你们去。李晨呐，是我。什么？思琪到警察局协助调查？云晋也在？
胡闹。我知道了。段思琪现在被捕了，好机会。人是我杀的，要审就审我。薛秘书，我们要审的人是他。要我再说一次吗？人是我杀的，要审就审我。怎么审？这警察局不是你们市政厅，你一个小小的秘书这么嚣张，信不信老子把你也铐起来？别冲动，住手！把枪放下。要不这样吧，这个案子让我来审，审完了以后，我把报告给你们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提前跟你们局长打招呼，不会为难你们的。马叔叔，这事跟云哥没关系，我不想连累他。咱们今天呀，就做一个祈祷游戏好不好？只有这样，才能证明于禁是清白的。嗯。1921年，爱国商人徐光远携巨资，在四大护卫的保护下，赶赴广州支持孙中山。途中遭遇袭击，护卫马惠龙与薛飞神秘失踪。徐光远临死前将巨资托付给了段平山与杜玉石。不久后，随着时局变化，孙中山被迫离开了广州。段杜二人无奈下决定潜伏在武城，寻找机会将这笔宝藏用于救国救民的大业中。哥，你说过，只要我吹响哨子，你就会飞回来保护我。10年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